铁们，拆一罐无骨鸡爪，这一桶是二斤装的，来一罐，开个小眼得了，这一盘装不下估计。哎呦我操！等会儿啊，见笑了啊，刚才他把汤全倒出来了，哎，还有一点点。这个鸡爪必须要冷藏着吃啊，铁们，不吃的话可以冷冻保存一个月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呢必须得冰镇着吃。冰镇吃咋的呢？更好吃，香呗。嗯，我尝尝。你这冰镇了吗？嗯，干这玩意儿，这个乌鸡爪里边基本上都是脚。然后搁很少，纯手工的鸡爪呀，酸辣乌鸡爪，三个蜡烛，微辣、中辣、重辣，现在活动价76.9，抓紧抢购哦，家人们。嗯，那我也嗯一下，嗯。我再问一下，嗯，嗯，真好吃。我再问你，嗯，嗯，嗯。